怎么下雨一直下不停？大家好，我是黑子，欢迎来到黑子在 ESO 上的 PK 局。那这次带来我们《世纪帝国三》的 PK 局，我是负责主播的部分啊。然后我们另外请了赛评 SHGJ 来帮我们做这次比赛的讲解。是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嘛来到 OG 的 ESO PK 级哦，第顶头的是欧金先生，第下骹的是阿六先生。今嘛阿六先生今仔已经输三场了，今仔唔知伊在创啥碗糕吼，所以讲吼、可能淡薄小道小道。左边台语频道，算了不对，他变回来。好，变回来，转一下哈。好，这个宝其实可以打。他快看到了。对。这样比较适合。如果不打的话，打这个更重要。但是我的话，两个都会打。我会在这里开一枪，然后在这里引两个动物。然后在这里再开一枪，然后在这里再打。运气好的话，两个都会拿到；但是运气不好，两个都被抢。所以以日本来说的话，是打都可以都会拿到。那一个可能还没有这个拿完才会去考虑这个吧。可是两个鳄鱼比较好拿。叫高风险高回报嘛。我的话一定是先打八十的。你知道我很简单一个道理吗？你宁可你要被捡走的话，你宁可被捡80还是捡60？我宁可两个都打这样。我是两个都会打啦，而且我两个我都有把握，两个都拿到。因为日本有两个英雄，两个都可以顾得到。对，50就是50。小日本就是下贱。而且还可以飞来飞去，简直做坏。对，重点是还可以隐身，令甲，做坏做坏。这次你觉得 OG 会怎么打？还会像之前那场快攻吗？还是像厄图曼那种直升？要看就要看看卡牌，我看一下。R6还是直升，他应该还不会打实在三，不会打实在二，打不应该还是直接三。他直接发明兵卡、欸，怕啦。我个人是觉得殖民时代，奥特曼哎不对，俄罗斯打不赢葡萄牙，如果他可以归在一起啊。这俄国看起来时代二就要压过去咯，他连变身卡都有，看起来是 SFF， 应该不是全 FF， 也不是全不是 Rush， 直接 Rush 其实俄国是打不下俄国的，打不下葡萄牙，对，打不下葡萄牙是一定打不下的。如果他第二个 T 七摆在这里的话，基本上俄国没得打。会不会太远了、啊？那、不，摆这里可你摆在这里啊，两个都互射到啊。哦，你说哦，这里漏的位置，就是靠近树，对，有漏有树啊，有漏有树，这个 T 七就有价值，而且他还可以守这条路。对，你要进这边的话，如果走这条路的话。我会在这里放一个房子，当个探路。这里放一个，然后这里放 TC， 然后这里再放一个房子，然后是第三个 TC 我也放这里。这样的话可以国座可以放很久。犄角之势。结果他怂掉了，他这样路走不远了，老子要依照防守来讲不能。太怕，你与其你这样放的话，你还不围墙。
两个塞在一起。你如果塞在一起，你那不就是整天下都是俄国的了？这些都俄国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他不应该放这里，我觉得。那村民继续往前走，他是要塞两个碉堡是不是？三个。他要塞三个碉堡。嗯，最近那个跟瓦兄打的人都是塞三个碉堡。太扯了吧？哪来那么多木头？瓦兄那个还有安德全部都是三个碉堡。太扯了吧？他们最近是疯子啊，塞碉堡大会。啊，真的哎，双碉堡了。嗯，你等下就看到第三个碉堡了。这丧心病狂是不是？这世风日下。对啊，然后家里全部放资源卡，有没有到？哦，原来现在是流行这种套路、哦。对，最近瓦兄带坏了。我觉得都是观众要多多学习。因为瓦兄这一招是蛮强力的，他用两个 TC， 他其实讲难听啊，三个 TC 给你拆一个，他还有两个，他不影响他出兵。没有啦，碉堡不是 TC。好的，对啊，他碉堡派给 M 先锋。哦，出马了，三马。那没什么用啊，太少。太晚出来了。哇，现在俄国整个视野是亮的，这边是亮的，这边也是亮的。问题这两只村民何来系？哦，宅系啊，这两只村民。但是他应该不敢过去，他应该会迂回这样。对，好迂回啊，他迂回攻击、啊，但是依照欧进的段数，应该是不会被他刷到村。这里好像，这里反而是可能，哦，他是要打堡、哦，没有，他一直拉走了，哦，又拉过来了，你要跟我争？这边死村死了两只，哦，这两只才发现了。其实像这样的话，两个那个哨站在这里，他在这里吃动物很合理、啊。要往可能会探到，但是兵刚好过来补他一枪，有过来了，对他王要死了，然后可能会下箭的把他围起来，啊，其实只有我才会这么下箭，对，黑子应该比较常遇到我玩这一招，够了。说好了不提伤机制啊！没错，这三只马只虚晃一招而已，还是直升的啦。没有，他没直升，这边还有。那他抽出770是干嘛？拿，慢慢拿。他现在才400肉哎，500肉，500肉全部出采食物，然后加黄金也是可以上五啦，不上三。哦、真的是资源箱连发哎，两个人都资源箱连发哎，700肉、700斤、700木、700。我就跟你讲说，最近俄国都是这样玩的、啊。没有，两边都这样玩，都是资源箱连发。啊，这两只村可怜 IC 啊。不会死，死不了。那是R6自己失误时，应该是从这里打的。砍出去不应该是从外面砍进来，哦，从外面砍进来他跑走，从里面砍出去他跑不走。你说他跑走也会死一只，对吧、啊？如果从里面砍出去，他怎样都要绕过那些马，马要这么胖，马要那么胖。我自己升三了，三碉堡，天哪！你现在信我说了吧？天啊，这世风日下。现在信了吧？信了。
我记得欧金没有跟你们打到团啊，他怎么也这招也学起来？哪里没有？真假？有啊，应该是这样。因为那个谁，那个安德有特别，安德有特别去问，我去请教蛙兄，他为什么都三 T， 是不是都是三 T 三碉堡四碉堡？我打四碉堡了，说完就是说完就立刻升了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。他有特别问过。他说他都不，他问过我那个我熊说他从来不打冰卡，他就打冰卡是新手行为，傻逼的行为。然后说从此之后，安德这个安德全部都是的那个三那个七首发700木，然后再发那个金或石，应该是石比较多。他们现在的卡的排序是。木系流700木710，然后出名财经，然后这是完了之后上山压，稍微压一下，然后上山立刻换衣服。盖起来了。穷追猛打，这边还在投沙村。一开始的山村还在啊。这场 R 六，这场欧金有点失去水准。那这种，你再怎么十度，应该正在发现了。而且他其实可以围墙。他好像被前线闹得有点忙不过来。所以他这边都没在控、嗯，然后连炮都要送啊，连炮都要送，哎、欸，真的哎，我跟他说啊，炮一定会送啊，被抓到了，炮一定会送掉啊，哎、欸，两炮送掉了，他拿了五马送掉了，而且这边村还在死，好赚哦 ，R6 一个超常发挥了，这波血翻了。结果钱不够，都送两只来给他杀。GG了。钱不够，都送两只来给他杀。好，我们上去鼓励一下我们的获胜者。阿六，恭喜阿六！恭喜阿六！阿六，乱七八糟！我还是正雄风，我还是讨厌玩要控图的国家。他从27村死到剩18村哎、欸。对呀、啊。难怪我突然想起来，为什么不想玩俄罗斯？你不止，你从头到尾死了多少村？你知道前面还死了两村，大概十八，大概十一、十二村吧。十一、十二村，对。那些炮还走歪了，看来俄罗斯与我无缘。你知道我刚刚就你刚刚跑走过去的时候，我跟我自己讲说炮要送了。送了、啊，下一送了、啊。我看到也是，我看到的时候也觉得送了、啊。那个时候三雕俄罗斯，还在看那个马在杀村民，我赶快切回来。哇，原来炮已经被干掉了。骑、啊、马一砍杀，哎母汤。你其他你那个土耳其用的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用这个？啊，我就是挑国家而已啊，随便挑国家啊，就是，哎、欸，14国虐阿六。没有，不要乱讲话。你又在挑起种族之间的仇恨。好，这一场 PK 就到这边。我是黑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不是。